这个农村绝对是全世界最不容易挨饿的地方。在非洲贝宁，居然有30,000多人住在湖里，很多人终年不上岸，他们的生活模式我真的意想不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坐船半个小时去一个建设在湖中心的村落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上村，叫做冈维埃。塞布，塞布。OK， 现在就在全速的往这个村里面走啊。这些船全部都有帆。真是啊，你看他们拿一块布翻着过去，滑着回来。哎，这是干嘛 ？Hello， 他过来借力来了啊。冈维埃是当地语，意思是得救的人。他们早年间呀，祖先为了躲避战乱，所以就跑到了湖中心啊，建立这样一个世外桃源。哎，没想到这招还挺顶事儿。外边招了无数次灾，但是在村里面呀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世世代代下来，繁衍到了30,000多人。哎，你看他们这个家家户户还行啊，装了个小太阳能板，能照个明啥的哈。他们这个村是非洲的威尼斯啊。非洲的威尼斯啊，还挺繁华的，看着啊，各式各样的房子。这也是个很繁忙的水道啊，这小孩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小孩可以啊。Hello， fish fish。哎呀，这小孩可以啊。哦，村里的理发店，沙龙。这个是营业厅啊，就非洲的这个中国移动，贝宁的移动。沙龙。啥？挺有生活气息的啊，这里啊。对啊，感觉这边什么都有。对啊，出门就跟正常村子一样，只不过就是划个船而已。笑死。Church。Church。这个这还有个教堂啊。这家绝对是这个村最土豪的，为啥呢？他家有土地。他这个地上还不一般，还种的芒果啊，你看芒果都熟了。Market。前面是市场吗？啊，他这市场搞得还挺高级的啊。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天上人间。你这个人。有了又怎么样？有白金汉，登岛了，登岛了。它这是个大超市，然后这个大超市下边是拿这种拿木头插得很深做的一个地基啊，地基上面就钉满了木板，啊，就是我们踩的地方。买这木头挺不错啊，这个水泡的没事儿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Here is a hotel. This is a hotel 啊。Yes. 啊。可以来这个大市场啊，喝瓶这个快乐水啊。我的口了。先快乐一下。这家就是新农村的典范了啊！你看这地基打的水泥桩子啊，小卖铺啊，也蛮多的啊。其实这边最大的好处就是过得水，吃饭最容易啊。每天甚至都不用出门，在家门口，你看撒个网，撒一会儿就够吃的，全是鱼下边。当地面临最大的问题呢，不是钱，也不是饿肚子，而是上厕所。每个人家里都会掏个洞，内急的时候呢，直接喂鱼。人吃鱼，鱼吃。生态循环嘛，但是现在呢，随着鱼越来越少，人越来越多，这个鱼啊就有点吃不过来了。讲究的人家呢会划船去下游入厕，但是人有三急嘛，大部分还都是在屋里直接向下排放深水炸弹。啊，这他们是干嘛打水呢啊？一个船一个船供的水桶在那排队。看来这个他们也不是随便喝水里面的水，他也是要净化一下啊。现在排水啊，大哥。喝水，老弟。这是海吗？啊？这不是海吗？河。你捞一个，你尝一下。尝一口。你尝一下。这是咸的啊，咸的啊，臊的。啊，这是海。哦、啊，看来是海，它不是海，它是个细湖，就是现在跟海已经断了。那它就是咸水湖。这就是个打水的，那你说他们这个水哪来的？他们可能是净化的吧？是不是钻的这个海底的，钻这个湖底的地下水？那就不知道了。要往过运的话，这个每天得用多少水啊？是吧？这小孩可以不要说话，但是必须得会划船。Hello， 跟这小孩买点东西，这小孩卖东西的吧？嗯。你看他着急的往过划，我们划过去。没得这是村里的卖货郎，看看有啥。都懂。看。这小孩子。对这小孩多大呀？这么小。哎，这可以啊。公变。三分，一块钱四个，四个，四个，一块钱四个，2.5毛一个，这小孩可以小小的卖货郎，这小男孩，这小女孩吧？啊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来吧，尝尝这小孩的这个，1.4块，还有啥呢？这小孩爆米花，这个卖不便宜。三分 ，OK， 这都是2.5毛一个的零食啊，这个东西。花生，
给小孩多来点，这也是2.5毛一个，来，来点吧，再来点。三分，no， 三分加上。好，加上4块钱。我们边买东西是司机还边开着，这小孩被我们带的多远了？三分，三分，你看就半关，明姐，阿瑞，这个人跟他要回扣呢，拜拜。给钱了吗？给钱了吗？小小卖货郎，哎，今天开单了啊，今天。可惜没零钱，不然多买点，不然他找不开。我现在都是100的吧。他卖这个花生酥还挺好吃的，这个不知道是啥。这个巧克力，那个叫什么巧克力？费列罗的味道。